是的，是是，所以呢，刚才我们听到俊男唱的是男歌手的叫好又叫座，是没有错。其实女生的叫好又叫座更多。哎呦，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一位，他可是真的是一辈子有半辈子都在唱歌了啊！哎啊，一辈子有半辈子，是，所以因为他4岁开始唱，今年9岁，不是就半辈子都在唱歌，还超过半辈子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他奉献了他，而且他的歌叫好又叫座。哎呦，有陈啊、小陈小云之称的杨东。谢谢杨登林。哇，我觉得是雅文老师附身。突然，雅文老师那却很别样的点头。